抱歉啊，王老师、各位同学、老师，我的那个电脑呢是出了一些问题，音频不知道怎么回事。王没老关师，系。对，今天这个讲座呢也是非常火爆。等我用手机登录呢，一直说我已经没法加入会议，所以就耽搁了一会儿，非常抱歉。没事没事。那个非常荣幸啊，我们也是这一学期开校的第一次论坛，就邀请到了王老师来给我们分享一个也是近期非常火爆的话题，就是 ChatGPT，它如何做科研。大家呢对这个问题现在也是应该说众说纷纭，各种讨论啊，就是有人呢认为这个ChatGPT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科研工具。然后也有人呢提反对意见，但是我们可能更多的人对这一个话题不是非常的了解和熟悉，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就是非常荣幸的请到王老师能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那王老师，我接哎，那就像是1314人才，国际学术期刊《Information Discovery and Delivery》的客座编辑，多次担任国际会议。我这个会议我还不是很会读，王老师。Compsec，Compsec，对，我刚才在想，我说到底读 CompSec 还是要分开读啊？程序委员会的委员，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访问学者、兼职教授，美国德州编程马拉松 HackNTX 的2018年冠军，公众号玉树之蓝作者，少数派网站资深作者，讲述机器学习、数据科学与知识管理等内容。代表作呢有《数亿有道》《Python 数据科学指南》等。那王老师呢也是应该是这个在技术领域绝对的大牛啊。我们今天非常荣不敢幸不敢，哈、啊，请到王老师。那好的，王老师，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您。好的，谢谢何院长的这个介绍啊，这个说的太厉害了，不敢当，我没那么厉害啊，我现在这个共享一下屏幕好啊，的，好的。好，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吗？可以看到王可老以看师到声音也哈，非好常的，清晰。哎，好好好，那我就开始了咱们今天的这个正式的这个内容。这个感谢大家的到来啊，这个感谢周老师的邀请啊，这周老师今天临时有事儿啊，跟我说这个很不好意思啊，没能来参加。这个当时跟我说呢，大概有100人吧，我刚才看了一下，难怪何院长刚才进不来，300人了现在已经。这个而且我扫了一眼，发现这个有我的同学、同事、同门啊，好像我领导也在，搞得我很紧张。这个那好，我这个下面咱们就开始。今天呢，我这个报告的题目啊是 ChatGPT 如何帮助你提升科研效率啊。那咱们现在就来这个看一看主要的内容。今天我打算从以下这几个方面来谈一谈。首先呢，给大家简介一下 ChatGPT。因为我不能假设每一位这个今天来参会的这个。老师也好，同学也好啊，这个是不是对他都有这个了解？所以咱们简要的补充一下背景。我相信大部分人至少都听说过，对吧？这个甚至有一些都已经用得非常的熟练了啊。一会儿咱们这个可以交流一下。然后我们讲辅助科研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获取信息，然后呢我们讲讲解决问题，第三个呢讲一讲输出，也主要来说是我们的写作啊。之后我们会设定一个问答时间，和周老师当时这个商量的是，我讲大概半个小时，然后呢留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这个一起交流。只不过呢，这个我每次这个准备东西啊，这包括我的直播啊，
从来没有一次这个能够在半个小时之内讲完。今天为了准备这次这个报告呢，往里面这个又更新了很多内容啊，所以我尽量啊，咱们在半个小时之内，完成我的这个讲述部分，然后给大家充足的时间，我们来这个讨论啊。但是这个根据历次的经验来说，不敢保证啊。咱们来开始。首先我们来简介一下 ChatGPT 啊，它呢是 OpenAI 开发的一个语言模型啊。其实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什么呢？就是接下茬的啊。你说个上句，它往后给你接。一般来讲是按照一个字一个字这样来接，这是说中文啊。英文实际上啊，主体来讲，这个原先在 GPT-2 时代啊，那个时候基本上它是按照字母往下啊。现在我不知道是这个有没有这个改进。那么现在呢，这样的一个模型，它的改变啊，比起 GPT-3 来，主要就是它通过一个对话的方式和用户交互。后面呢，我会有大量的这些例子，大家可以看到啊，基本上都是哎，你来问，他来答。这个一问一答之间，你解决你自己想要的这个达到的目标啊，它使用了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进行微调。我不知道大家是之前使用没使用过，如果你使用的是它的研究预览版的话，那么你一直在为它的这个微调在做贡献啊。这个它的发布的时间是去年的11月30日。我当时啊，这个基本上是第一时间我就试用了啊。这是当时发在少数派上的一篇这个文章，这是去年的12月5号啊。这个当时我写了一个，这个 AI 答题真有智能吗？聊聊 ChatGPT 印象。其中第一个小标题大家看啊，我写的是 AI 快要成精了啊，这是当时的直观的感受，因为这个冲击非常的强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 ChatGPT 的特性。首先它提供了一个叫多轮对话的记忆力。以前我们和机器的交互往往是一问一答，现在可以多次的这种问答，它对前面这些记忆有这个记忆，有这个内容的记忆力，那它可以带来什么？就是我可以更新迭代的提出一些新的要求、新的想法，然后它来修正自己的答案。这个在我们后面会给大家看到啊，在有些的任务上是非常有用的。而且啊，它是一个不断迭代改进的模型。怎么说呢？如果你在12月份问它，很多问题答的可能还不好。但是现在啊，昨天错了，今天未必还会错。这个模型每天都受到啊，全世界这个说数以百万计可能是保守了啊。但总之这个人数是非常非常多，来帮助它去迭代与进化。所以啊，我们会看到这个模型也是一直在进步啊。现在有些能力，我前些日子还专门做了一次直播，就是把我对于它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这种疑惑啊，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啊。那次叫做 ChatGPT 的能与不能，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到我的这个视频号上去找一下。那么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了，对吧？ ChatGPT 它无非是一个聊天机器人，就算你能多轮对话，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说它可以帮到咱们的科研啊？那我们下面这个来看一看啊。首先它是帮到我的科研了，对吧？我拿它写了篇论文啊，这个是我和团队研究生啊张庆威写的，发在了咱们这个学科这个叫图书馆论坛啊，是这个 C 刊。然后啊，我今天下午查了一下，现在在知网 ChatGPT 这个主题下载量，我这篇文章排到第三啊，3500多。它的上线时间是2月24号，到现在还不到2周啊。这是我到目前为止这个下载量蹿升最快的一篇论文，可见大家，尤其你看我这个题目，我说 ChatGPT 给科研工作者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也就是说，读这篇文章大部分来讲都是咱们这个科研工作者，可见大家对于它感受到了 ChatGPT 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那好，我们下面就来讲一讲提升科研效率。有同学可能问了，你这个是不是把你的论文讲一遍呢？不是啊，那个论文呢，你可以到时候去看。
今天有部分内容，非常少的一部分，可能是那个论文里出现的，大部分的内容全做了更新，倒不是我多么勤勉，主要是就在这不到两周的时间，这个 ChatGPT 它的生态系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导致我不得不更新了很多内容，否则的话，原来我提出来的很多的限制条件，现在就有点这个显得非常的荒谬了啊。首先，我们来看这少打了个 T 啊，ChatGPT 的几种形式，首先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它的原始版本，加上那个 Plus， 就是官方的，每个月找你要$20啊，这样的话保证一个稳定的服务和快速的应答，这是我们算原始版本。它的特点是没有联网，它的所有的语料啊，只是到2021年的第三季度啊之后的事儿，它一概不知道。啊，你原来你去问他啊，说这个世界杯啊，世界杯谁夺冠了啊？他肯定不知道，因为这个就是2022这次，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后面的这些语料啊，他也不联网，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通过他获取最新的信息。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出现了 New Bing Chat， 因为微软的对 OpenAI 进行了战略投资啊，所以他就把 ChatGPT。整合到了它的这个搜索引擎当中，这样一来，微软提供的这个服务就在 ChatGPT 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联网的功能。再以后啊，这个就发生在这个上周，上周几啊？好像是上周四的早晨，在咱们这儿啊，这个可能是这个周三半夜，ChatGPT 发布了 API， 我把这个举动叫做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这个。非常的恐怖，一会儿大家会看到怎么个恐怖法啊！这是目前我们说的几种形式，所以我们探讨的时候就不能够只局限在 ChatGPT 的原始版本了，我们就得把后两者也纳入其中，看看他们现在的能力边界可以走到哪啊！其实我一直。大家就姑且一听，这基本上是我到今天下午能够找到的这个最新的一些信息。如果后来又有变化啊，这个不赖我，这也不赖我。首先我们来看看对科研这方面的这个分析角度。我主要从呢这个获取信息、解决问题，还有辅助输出这三个方面。那么首先说获取信息。这里我主要谈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论文阅读能够帮你做什么，其次是网文阅读可以帮你做什么，然后信息检索，再之后视频摘要。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啊，不管你是一个研究生也好，还是一个教师也好，做这个科研工作，常见的啊一些这个信息的获取渠道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啊，是这个论文的阅读啊，这有一个应用啊，推荐给大家，叫做 ChatPDF。这个应用呢，它是把它这个界面打开之后，这是一个网页，你不用下载任何的 APP 客户端。这里呢有一个大家看到啊，说把 PDF 拽到这儿就行了。你呢就从自己的电脑上拽一个 PDF 过去，往这一放，比如说我就把我这篇这个 ChatGPT 的文章啊拽到这儿了。然后他在这里就可以开始给你分析，分析完了以后，他给你总结出来。哎，他说这个什么，他说我是谁谁谁的首发论文啊，这个还挺有代入感啊。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说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哎，你可以问以下的这些问题。他给出来的包括什么是 ChatGPT， 然后有哪些应用，哪些挑战，那就按照他说的，咱们先来问一问，对吧？哪些应用？他在这儿。对应用啊，是结合这篇文章里面的内容来作答。然后呢，我又来问一下这个挑战，他又把挑战这个事儿给我作答。之后我又来问一个不曾出现在刚才他建议问题列表当中的题目。我问他，文章面对 ChatGPT 的挑战，提出了什么对策？啊，你看，他就把这篇文章当中这个对策在这里给你总结之后。输出啊，看到这儿有同学可能觉得这也没什么嘛，对吧？你这篇论文我拿过来自己读，
好像也花不了多长时间吧，这何必在这儿还费一道手，对吧？但是这样，有同学可能读英文文献呢，这个稍微的有点吃力啊，尤其是如果你的英语本身来讲，这个还没有彻底过关，那么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让他来给你帮助分析啊，英文文献，甚至可以说呀，任何主流语言对于他都不再是问题，哪怕是小语种。我在这里找了一篇是 ChatGPT 的兄弟模型，这个叫Instruct GPT，它的原始论文，这是英文论文啊，我就把这篇论文也灌到了咱们的这个 ChatPDF 里面，然后哎，他现在告诉我，行了，我已经把这个论文分析好了，下面你可以问了啊，然后我才不问他给我列出来的问题啊，我很刁钻的集中在模型训练那一部分啊，我问的是这个，用中文。从3.5 models 这一节当中，你给我提炼出至少三个重点。那注意啊，这篇文章可是英文的，但是它给你输出的这些内容，从那个节当中萃取、总结啊、梳理、提炼，最后是这三个。我还是这个继续的问刁钻的问题啊。我说，增强学习在本文中是如何使用的？他在这里讲了这个增强学习是怎么样来使用。然后包括他有这个承包商组成的团队、标记数据等等等等，哎，还给了我一个参考，说详细信息可以参见第二页。也就是说，他不仅能够给你总结出回答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他还能给你定位出它的原始的资料来源，便于你去核对。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我们都知道 ChatGPT 啊，这个它给出的答案未必都是精准的，所以如果是带参考信息，对于我们来进行这个评价甄别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它现在也有一些限制，因为这个 ChatGPT 啊，它有一个4000多的这个 token 啊这样的一个限制，大家就可以把它想象成输入输出的长度，文本长度啊。那么咱们的论文一般来讲都超出这个限制，所以它不可能一次性的进行全文分析，哎，所以现在呢。还是分步骤，比如说分段落来做，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他会去先确定一个位置和范围，然后定位在那个位置再去回答。如果你这篇文章它那个重点相对的啊，每一个重点及其辅助材料相对集中，那么很有可能它回答你非常的精准。如果这篇文章它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重点，它分布的比较分散。啊，这个如果有两个重点，你希望把它结合起来回答，那么它由于一上来这个定位就把它定到一个更小的范围里，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不利于准确的作答。因此，这个它本身在效能上目前还有妥协，我相信后面会有更好的这样的应用出来，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说完论文阅读，咱们说说网文阅读。现在有很多的这些信息，你可能未必是从论文里找，因为大家知道论文都有一个周期嘛，有可能会有滞后性。网文虽然它的这个来源不像论文啊，这么有这个我们有同行评议这些这个质量上的保证，但是它可以给你更有时效性的东西，对吧？我在这里给大家演示，就是找到一篇这样的网文，你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 New Bing Chat。在右侧啊，直接可以对左侧的材料直接发问啊，他都能给你来回答。比如说在这里，你让他总结，他就把这篇文章给你总结出来。然后你又问他问题，他再给你去详细的叙述啊。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对于网文啊，他能够做到的，也跟论文差不多，都是能够对它的内容给你进行相对的提炼。比他在那儿生编硬造，那不知道要好到哪里去了啊！下一个呢是信息检索啊，我们需要从这个网上去检索一些我们感兴趣的信息。那么现在啊，我最近有一点依赖性啊，就是原先我是使用搜索引擎啊，或者什么其他的咱们这些数据库的方式，但是现在我习惯于跟这个 New Bing Chat 来进行交互，原因无他呀，就是简单方便。啊，我这个在没有联网之前，这个 ChatGPT 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但是有了这个联网，New Bing Chat，当然这个东西啊，我是等了足足的，大家看是2月8号去排队啊，
排到2月28号我才排上，足足20天。哎呀，等的那个焦急哟！我当时我打了个比方，我说这就是别人那个宴会都散了，我去结账，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我来举一个例子，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新的论文，大家看一下它发表日期啊，今天是8号，对吧？它这个是美国那边时间是3月6号，也就是说是昨天啊，最晚也是这个前天啊，前天的。那么这样的一篇文章可以说是非常近，离我们现在，对吧？那我现在假如说读论文以外，当然我们读论文这个很重要，我们要从论文当中摄取信息，但是刚才这个我讲了怎么处理。我们如果想要了解，对吧？大伙儿对这个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模型、一个应用的看法，这个论文里是没有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下信息检索。我在这里问了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这个很简单，因为它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可能是，因为它这里面是有这个 archive 证明它确实是从这个论文网站上提取了信息。但是其他的也许是从一些这个包括宣传的这些里面去获得的，这个咱放一边儿。然后我问他的工作原理，哎，大家注意这个东西可就不能够从一些宣传稿里看到了。所以你看到他这里实际上是他的 GitHub Repository，就是他那个 GitHub 仓库里面对这篇文章的相应的介绍，哎，从这里他摘取的一些关于他怎么来工作的一个信息，哎，然后这个我又问了一下。他能干什么啊？以及这个他的一些潜在的应用啊，这里给我列出了这些。我觉得最好玩的呀是这个，我问他，我说，哎，大伙儿对于这样的一个模型，他的看法是什么？大家现在自己读一下这段啊，你读一下，我喝口水。这里面他提到啊，有的人是感到兴奋，但是有的人感觉到不安。那我下面就问一句啊，我说这些感到有可能的威胁的，那他这个为什么会感到威胁？这是他的回复。前几点我觉得说的也都挺有道理，但是咱们跨过，我直接说最后一，他说的是这样的机器人的出现很有可能造成什么？造成人类的这个工人被替换掉这个哎，所以有的人感觉到了不安。我觉得这个总结的非常好，这个也是一个这个我们应有之义啊，因为这样的一些人工智能的出现，已经引发了多年来的这个所谓机器换人这样的热议啊。今年从去年开始吧，大家也看到了啊，这个你要是你的工作如果是画插画的啊，这个现在怎么说呢？这个职业的这个稳定性啊有所下降，有所下降啊。那么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呢？还都是从文本当中，很多人呢喜欢看视频啊，视频呢，短视频呢倒还好说，长视频啊，很多人在看之前啊，往往要下一番决心的，因为这意味着很长的时间投入。那么有一些视频啊，它讲的内容我是否感兴趣，我是否值得花时间去看，这就是个问题了。哎，有人就通过这个 ChatGPT 它的这个 API。做了这样的一个应用啊，这是我朋友吕立清啊，他是一个开发者，非常的这个聪明又干劲儿的一个小伙儿啊。他做了这个应用之后，哎，我就去试一试。他是在这个 B 站上总结这个视频的内容，哎，我呢就找了一篇我之前就刚才跟大家提到的这个 ChatGPT 能与不能，我就把这个链接给他贴了进去，结果他一下子就把我所有的这个视频当中的这些主要内容，咔嚓一下子就给。总结出来，总结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如果你对这些点感兴趣，那么你可以第一，你可以看这个视频；第二，你可以跳到对应的位置去看这个视频。这个后续他们也会添加这样的功能。你一点即答啊，这个好像我看的是这个有的同类的应用已经有了这功能，我不知道立青这个有没有加上啊。但总之就是现在已经达到了，你看一个视频都不用看它全部。你通过这种方式快速总结啊，直达你想要看的这个位置啊，我想也是现在人的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可能对于这个有一些这个时间消耗的东西非常敏感，这个是一个解决方案。这样也可以让你在单位时间内更以更大的这样的信息密度来摄取到你需要的信息资源，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解决问题，我们这里主要讲的是编程辅助啊，这里呢，它给我们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我真觉得是节省了我大量的时间。我最近写脚本啊，这个以前就是什么呢？打开这个编辑器，开始我往里敲啊。这个有的时候呢，借助一下这也是人工智能 GitHub 的 Copilot 啊，来帮助我写。现在我懒到什么程度呢？我每次想编程，我第一个打开的界面是 ChatGPT 啊。然后我直接就拿这个，还大部分还是拿中文去描述，还不是英文啊，描述我想干什么，都有哪些步骤啊，然后怎么样啊，这个特别的这个严苛的提了很多的要求，然后一回车，他就把这个程序都能给我写出来。这里呢，我这个啊，他还给你有一定的这个讲解功能啊，中间的交互，包括你让他给你改错，你遇到错误让他帮你除错啊，这个找到解决方案等等等等。这个过程当中不需要你亲自下手对这个代码进行任何的修改，完全都是拿自然语言让它来帮你改。哎，你只做一件事儿，就是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之前我在这个视频当中举过例子，所以呢，这个咱们就简述一下了啊。比如说，我这儿有一个不同的新闻机构，它发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都是一个机构，然后发的那个文章的内容。然后呢，我想做一下统计，在这里面我就可以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要求啊。然后呢，我还要求他，哎，你给我用 Plot9 软件包。为什么用这软件包呢？这个我熟啊，我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你这个写的是不是靠谱啊。后来我发现还是很靠谱的。这里呢，他这个还帮我把代码进行了解释，经过我和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互，然后粘贴到我的这样的一个界面里面，这是这个。直接能够把这个生成啊，我们最后看到的一个可视化的统计图形，这个图形未必多么美观，对吧？但是你可以看到，以前你要做这样的图啊，如果是需要用这样的可控的方式，也许你需要学习 Python 的一些语法，也许你要了解很多的这样的报错啊，有了解很多的技巧，但是现在这些都是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来完成的。还有呢，就是主题挖掘。这放了一堆文本，我想看看他们都在描述些什么。这个时候啊，我就也是一句话啊，我让你给我做这样的一个挖掘，指定用 LDA，然后呢，还得最后有这个结果的可视化啊。这是中间的一些过程，我这里省略了一些步骤啊，就是中间你看着这个不合适，然后给你这个进行一些交互修改，所有这些全是自然语言去描述。大家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公众号上有这样的一个详细的记录啊。哎，这个就是这个他最后给我找出来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图，这是一个搜索的过程啊，我这个红圈是我自己画的，我是为了这个给学生讲课的时候说明它比较方便，所以画了一个啊，然后就把这个 LDA 的分析结果整个都给你列出来，还是一样，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完全的都是自然语言的交流啊，你不需要了解这个 Python 的这个语法啊，Hello World 怎么写你都不需要知道。好，下一个是辅助输出。辅助输出呢，我主要列以下的这几点啊。首先是激发创意，然后是综合材料，第三个叫翻译润色啊。一样看啊，先看这个激发创意。激发创意是什么呢？它可以帮你做一个头脑风暴。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不要过于的依赖它啊，过于的轻信它。他给你的那个结果呀，未必能直接使用，对吧？也许说的就是完全没有新意，那你用它干什么？但是他有的时候会把一些我们没有思考到的角度，哎，可能能给揭示出来，这样会给我们一种启发的作用，哎，所以我说这叫激发创意啊，不是替你去创意，这个要分清楚。比如说啊，这其实是替我朋友问的啊，他在他这个岗位吧，需要他去写一个报告啊。中国为什么要积极建设生态文明？在那儿挠头挠了半天了，然后我说这个，来，咱让 ChatGPT 试一试，哎，他就去来解答一个说为什么的问题。那了解了为什么之后，我想知道怎么去建设呢？哎，这里他又把怎么去建设，哎，给出了一些这个解答啊。之后啊，我还追问一下，就是上面某一点，我觉得你说的过于简略。那你把它展开给我说一说，他又把那一点给我展开的表述，这样一来，就是
当我对某一点的时候感觉没有思路的时候，你想想看，这就是给你马上的给你提供思路，虽然这个思路未必可取，但是还是那句话，触类旁通，如果能让你举一反三啊，我觉得这个目的就算达到了。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点，叫做通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举出来一个例子，然后我说你能否举一个与之相似的历史上发生过的例子？他居然能够把这样的一种两个的相似性的例子能够给抓取出来啊！我觉得这不叫抓取，因为它是不联网的，所以对 ChatGPT 本身来讲，它不是从哪个库当中给你找出来一个材料，它实际上都是根据它训练的时候对于语言、对于这种表述啊，它的这个理解来给你现写、现生成的，它是一个生成模型啊，所以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有趣儿啊，这个。有一种通感啊，这种感觉。然后呢，可以帮你进行材料的综合。我原先呢都是以 ChatGPT 作为例子，对吧？你喂给他一些资料，然后呢，他去帮你把这些东西，就像咱们做文献综述似的啊，把它这个输出出来。但是现在我发现有了 New Bing Chat，对吧？谁还这么用啊，对吧？现在是我直接的啊，我就问一下啊，这个 ChatGPT 啊，现在在这个科研领域都有哪些的应用啊？他直接就把这儿啊，这个列出条来，这里还有引用啊，参考文献相当于是，大家看一下。那么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也是问他，我说现在在 AI 研究领域有没有，不好意思。我说现在都有哪些这个比较热门的话题？这是现在等于是 New Bing Chat 可以给我的回复啊。那么下面我还可以让他给我进行翻译和润色啊。我想大家如果有这个英文投稿的需求的话，你可能经常都要用类似的工具啊。我举两款，这个 DeepL 对吧？这是一个翻译工具。它出来的时候号称是利用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啊，据说比 Google 翻译的都好。还有一个呢是 Grammarly，这个东西呢，如果大家进行这个学术写作，要给外文期刊投稿的话，估计是也是常用的一个啊。这俩有一个共同特点啊，都挺贵啊，但是确实好用，对吧？我之前从这个20年开始啊，这个 DeepL 我是连买了3年。每年是80多美金啊，哎呀，真是每次这个缴费的时候，心里都要这个颤抖一下啊。但是这次啊，我做了一个举动啊，直接把订阅取消。当然了，我还能用到6月啊，所以我会接着用，但是取消订阅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它的这个功能已经可以被基于 ChatGPT API 的应用替代。这是话词的一个翻译。我从这个我写的文章里面找出来一段，往里面一放啊，一个快捷键，它就在这儿用 OpenAI 的 ChatGPT 帮我去翻译。大家看一下这英文翻译的怎么样？然后呢，这个我一看啊，它还不仅能翻译英文，对吧？这是它支持的各种语言啊，甚至还有更多，更多就算了，我觉得这些啊够用了，对吧？然后呢，我又试了试法语。法语试完了呢，我又试了试，日语啊，这个日语呢我就没法评判了，因为我不懂啊。然后我一想，我找个懂的吧，文言文，哎，这个咱们小学、中学学了不少，对吧？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觉得翻译的怎么样啊？我看第一个字儿，我就认为翻译的太烂了，对吧？这要是放在古时候，你要是敢把这字儿，对吧，说出来，这个。大家想一想啊，这是什么罪过啊？所以这个肯定来讲，他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一个文化环境啊，这个翻译是有问题的。他使用的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基于 ChatGPT 啊 API 这么样的一款翻译插件啊，这个工具叫 Bob 啊，大家回头可以尝试一下。你也可以，这不一定非得画词，对吧？这个就是你自己往里输啊，你输入完了以后。
然后他在这里都可以给你翻译。这样你给这个外国的专家、学者、教授写邮件的时候啊，这就非常的方便了，对吧？你还可以用它来翻译整本书啊，整本书。当然了，这个因为它消耗的这个资源比较多，你要付费。但是这个付费呢，现在来讲还是很便宜的。我这个前两天啊，看有人在那儿计算了一下啊，这个他说，如果翻译，假设说是20万英文单词的一本书，假设翻到中文，消耗多少呢？他实际测试的结果是，2美金，2美金啊。有人说2美金也是钱呢，是2美金也是钱。问题是你以前要是翻译20万字啊，又翻译的要达到这样的水平。2美金是绝对不可能的啊！我想所有用过翻译服务的老师和同学也应该能理解这一点。那么这里的这个工具呢，叫做 Bilingual Bookmaker 啊，它可以帮助你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翻译。我还没有尝试，这两天这个刚开学嘛，这个各种事儿比较忙，回头我试试。这是别人测试的结果，他翻了一本书啊，把那个 EPUB 啊，把那个这个直接的这个输入，然后中英对照的输出。放到 Kindle 上阅读啊，这个说这个感觉特别好啊。下一个呢，就是英文改进，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Grammarly 啊，他干的事儿啊。Grammarly 呢，很不幸啊，也跟我说拜拜了。我这个就是在同一天啊，把 DeepL 和 Grammarly 全给取消订阅了。这个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这样，现在的很多的 ChatGPT 啊，它的这些客户端。不只是官方的了啊，现在因为有这个 API，很多的这客户端，你只要打一个斜杠，它就会给你各种各样的任务，其中就有英语翻译和改进。这里呢，你如果执行它，哎，它就告诉你，那这个它不是你就输入给它这样的一段话，实际上相当于啊，然后你就可以输入英文，它就给你进行改进了。我为了实际的测试一下，不能从人家这个国外的这样的资料当中找这个英文的这个内容，那样的话，可能人家都是 native speaker，这看不出来啊。我就把我自己写的一段，这个是我当时给我这个在美国啊，我讲过课的一个教过他的一个学生，他后来去这个应聘啊，公司说那个，那你得有这个相当于保荐人对吧？我们得来询问一下，那他就把我的这个邮件给人家了啊，所以这个。一个美国的学生在美国找工作，得找一个中国的老师当这个推荐人，也挺有意思。这是我当时给他写，当然我是想要这个美颜的啊，但是这里面实际上我觉得跟这个 ChatGPT 帮我改进之后，我看出差别来，就是当你真真正正的是要为一个人啊说这个你很这个信任他，并且这个人很优秀的时候。有一些用词实际上是很需要斟酌的啊，我觉得这个，哎，他的这个，尤其是最后一段这个改进，我觉得很满意。因此啊，我感觉这个从英语的这个改进啊，语法检查、润色这方面，哎，我觉得 ChatGPT 现在啊已经可以替我把这个 Grammarly 去掉了啊。当然，它不像 Grammarly 可以现在给你展现那么多的修改，要那干什么，对吧？这直接能用不就行了嘛？而且这个。它的质量也这么高，对吧？那咱就用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不光在那一天呢，把这个 DeepL 啊，然后是这个，然后刚才说的 Grammarly 啊，给取消订阅。我连 OpenAI 自己的这个 Plus，我也给它取消订阅。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 API 一出的这种情况之下。就使得各种各样的第三方客户端雨后春笋一般出来，这些你算一算，20万英文单词的翻译，你这么大的输入量，最后只需要消耗2点几美金。那我20美金，对吧？那个一个月给他，我觉得这个太亏了啊，所以我把这个订阅也给取消了。这个也挺有意思，他推出一个 API，把自己的这个客户给弄没。我们今天给大家举的呢，实际上只是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也是跟咱们科研紧密相关的这一部分。但实际上，现在的这个，我觉得很多人的这个想象力被激活，很多开发者被赋能了，而且还有很多本地化的产品涌现。就在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来做报告之前，
20分钟啊，我收到了一封信，国内的一个开发者邀约，人家说做了一个这样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应用啊。然后他这个我尝试了一下啊，推荐云南好玩的旅游景点。以前啊，这个 ChatGPT 是给你瞎编的，这真是能编啊，把一些这个好比说贵州啊、四川的都算云南的啊。但是现在不一样，我看了一下啊，基本上啊，以我这有限的这个地理认知，我觉得这些应该属于这个云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至少对国内的景点信息啊，这款应用我觉得现在做的还是挺不错，我觉得挺好。后面会看见这些应用大批的改进。对于我们这个国内用户更方便的来使用这些功能，会非常有好处。所以说我的感悟啊，这些日子因为每天都是被这个各种的冲击啊，我这个也是，有一些甚至感觉有点疲劳，因为什么呢？你追不上这个现在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脚步，因为。痛点，你作为一个科研人，或者是你作为一个学生，一直期望就是有这么样好的工具，可是呢，现在突然间同一时间爆发式的出现，这就讨厌了嘛，对吧？你们不能排好队一个一个来嘛，对吧？非得一下子出来啊。AI 确实现在是为普通人赋能了，不需要你本人具有多少的 GPU 算力。那前些年基本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功能，实际上也并不太新奇，对吧？比如说这个 AI，像那个 Google 的这个不是 DeepMind 对吧？它的那个 AlphaGo，后来又是这个一些这个相应的系列的这些应用，能够做很多的科研上的工作，包括这个蛋白质折叠的这些计算啊，还在一些比赛当中比人类做出更多的这样的改进。可问题是，你要运行那样的一个模型，你要想使用到它。这个你都需要有很强的算力才行，更不用说这个关于这个模型的开放、这个权重、这个预训练的权重是否给你等等的问题。但是现在 OpenAI 这一次的举动，使得很多人啊，咱们不能说能够完全的达到这种科学的前沿，对吧？像DeepMind、Google 那些，可能我们还达不到，但是最起码我们能摸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可以给我们开出。拓宽我们现在的想象空间，给我们赋能，这个我觉得很重要。那么，我希望大家啊，这个能够掌握主动权。这个刚才这个何院长也说了，有的人对于 ChatGPT 非常的不以为然，甚至他可能提出一些这种啊这个批评的意见。我觉得批评是应该的，因为什么东西都不可能只有它好的一面，没有这个可能。这个潜在威胁的一面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现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科技，可以给我们赋能，希望大家能够主动的去使用它。那天啊，我在朋友圈发了个感慨，我说 ChatGPT 时代，见识比记忆更重要，品味比经验更有用。我也希望大家来琢磨一下这个话。在底下一堆人点赞，有的人就问：“哎，老师，你这发的这是哪个地儿的博物馆啊？”实际上，这个图片、这个配图是我用 AI 画出来的，它不是哪个真实的博物馆的场景。好，感谢大家的聆听啊！这个我的公众号叫“玉树之蓝”，然后 B 站上这个账号叫王树义老师，欢迎大家这个有空的时候来过来这个咱们一起来交流，好吗？那这个我的讲述部分就到这儿了，下面咱们是这个问答时间，这个何院长，这个咱们是怎么个提问的方式？好的，王老师，非常感谢王老师。这个客气。非常简短的一个讲座，但是呢，也确实是给我们比较应该是全面的，从结合您自身的使用的这个经历，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那这个 ChatGPT 在我们的这个科学研究中到底都有哪些用？我呢，因为这个最近也是我可能这个跟这个技术跟踪呢还是有点落后。实际一直呢也还没有尝试去用，但是听完今天那个王老师讲座，我现在也是蠢蠢欲动。
特别想去，就赶紧体会、体验一下这个 ChatGPT 的相关的一些功能，尤其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这种英文的一些翻译啊，这个语法的这个改进啊，确实是我们很多写论文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呢，反正我可能这个英语写表达能力也是不够好，总觉得自己翻过来覆过去就那几个句式，就那几个句子，写的不够优美。您这一说呢，我马上觉得，哎呀，那我马上要去用一下，就是是是，嗯，收益非常多，也确实是现在已经是特别特别希望马上就去体验这个 ChatGPT。那今天我们听讲座的老师和同学都非常多，我想可能很多老师和同学也是带了很多的疑问来想要跟王老师探讨。那接下来我们就这样吧。那嗯，嗯。提问的老师和同学就把麦打开，直接跟王老师您交流，您看怎样？没问题，没问题。好，各位老师同学，王老师好，哎，冯老师您我把共好，享先结束啊，我好看见大伙儿。好，然那个后哪位老师来发言？我是周老师的同事，也是周老师团队的成员，也是您的粉丝，您在 B 站上的一些不讲敢。课视频。我基本上都看了，也是受益良多。现在就是我有这么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哎，不敢不敢，咱交流一下。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也问这个 ChatGPT 要过一些代码，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但是有时候呢，也有它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有一次我们从知网上下载的一些数据，它是一个文本文件，是一个 text 文件。我就想问他要一个代码，让他把这个 text 文件给我结构化，存储于一个 CSV 文件或者一个 Excel 文件。然后他给了一个代码，反正基本上框架是对的，但是我做了大量的修改，然后几乎等于重写了。还有一个有一次就是我问他要了一个可视化的代码，然后他给调用了一个参数里头给了一个参数，函数里头给了一个参数。后来我发现那个参数被新版本的那个扩展库已经给遗弃了，等于是，这样的话就是我发现我会不断的，我需要不断的跟他提新的要求，最后他才能够接近给我完成那样的任务。我感觉就是说我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是我跟这个机器人的交流方法和技巧是不是还有待于改进？那我想问您的就是。在这方面，就是跟 ChatGPT 交流这方面，您有什么技巧性的或者一些建议跟我们讲讲？好，谢谢文老师提的问题啊。实际上，文老师刚才问的是一个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这个技能是什么呢？就是你如何用自己的这样的语句，因为他现在只能是跟他进行自然语言的交流嘛。你如何在自己的表达当中能够让他听懂，让他明白该怎么做？这个现在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 prompt engineering，就叫做提示语工程。这个行现在已经有这个职业者叫做这个 prompt engineer，就是提示语工程师。现在已经有的招聘啊，招聘网站是对这样的职位已经有明确的招聘需求。就是现在摆着大家面前有 ChatGPT 这样的一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它很强大，但是你怎么样让它真正从心所欲的跟随着你的这个指引去做事儿？这个其实啊，ChatGPT 它已经不是第一个用到这个 prompt engineering，就是提示语工程的这样的模型。去年是非常明显的，去年的春天。那时候大家玩的比较多的一个绘图的人工智能叫做 Disco Diffusion，在那款工具上头，你使用的这个提示语是否精当、是否准确，对你最后画出来那个图，那这个差别啊，不可以毫厘计啊，那个就是，一点的差别，那差距就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那时候人们就发现，能够和 AI 来进行沟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现在啊，刚才大家在我的那个演示当中也看到，有一些第三方客户端它集成了一些功能，就是它先替你去说很多的这种提示语，让这个机器已经被催眠啊，认为自己现在是干什么事儿的，然后你再跟它交流，这样的话就会相对方便一些。
所以我给文老师的这个建议啊，是以下三个：第一，找一些这样的这个包含啊提示与辅助功能的第三方客户端，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省去很多的一些控制和前导的语句。第二，如果能够使用到 New Bing Chat 的话，使用它，因为 New Bing Chat 它可以通过这样的联网功能，找到一些 API 最近变化的版本，这样的话给你的那个代码就不是过时的，就不需要因为代它人进这个提示与工程的能力。现在实际上在网上是有一些相应的资源的，实际上可以通过搜索，包括这个awesome 就是那个非常好 awesome prompt engineering 这样的一些关键词来查找人们总结梳理的这方面的一些教程和资源啊。这个如果这个感兴趣的话，文老师这个咱们这个会后啊，这个也可以咱们这个再继续的对这个交流。我记得是存过几个相应的资源的这个链接。回头咱们这个可以这个一起共享一下。好的，谢谢王老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给学生讲 Python 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学生，他可能对这方面也比较关注，也才是一年级的学生，他就问我，他说我就给他们强调，我说这个 Python 对大数据管理专业的学生有多么多么的重要。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个老师，那个 ChatGPT 据说能自动写代码，那我们还用下功夫去学它吗？然后我就给他大概解释了一下，我说了三点，我说这个基本的东西你必须知道，否则你都没有和那个机器人没办法交流。第二个，我说这个他写的代码也不一定能一步到位，有时候你还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的话。调整的。那么你如果一点都不明白，你怎么调整？另外一个，我感觉这也是我的一个体会，可能就是你自己的水平越高，越能发挥 ChatGPT 的功能。那对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我解释的合适不合适，你怎么看？那么按这样说的话，那我们还有必要努力的去教学生学习 Python 吗？这个您提这问题非常好，这个是前两天我们在那儿开教研会的时候 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儿的这个有的老师也是这个教了多少年这种技术类的课程，现在就是想看一看这个比重上该怎么样调整。但是我就抛出这个话题，我说有了这个 ChatGPT 的话，这个以前这些课你怎么教？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留作业，学生这个回去做，对吧？那 ChatGPT 这个一行语句下去，所有东西给你写出来，交上来，这个连这个判作业，我说这都费劲啊。当然这是个玩笑啊，但实际上现在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都知道 Python 很重要，因为这些年的这些大数据的分析里面，Python 实际上是功不可没的，因为相对于其他的这个计算机语言来说，它是更这个和我们的自然语言相贴近，所以就使得它的这个学习难度门槛降低，带来的好处就是很多自称为文科生的人，通过学了这个 Python，他也能够进行很多的这个数据分析的这些这个任务，这样给他带来了竞争优势。所以这是这些年 Python 发展的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原因吧。那么现在这个出现了 ChatGPT 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像什么呢？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自动挡汽车和手动挡汽车的差别。就好比说现在，假如说大部分人开的都是自动挡的车，那么你说需不需要每一个人去考驾照的时候都要学这个手动挡的本儿？我想现在很多人好像基本上就不再学手挡，他直接就学自动挡。可是你说手动挡就是那个最对这个车辆最为了解的那些人嘛？当然也不是了，最了解应该是你得学会发动机的维修啊，里面那种各种配件这些东西，对吧？在几十年前，实际上你学这个开车的话，这个修车是必须要会的，对吧？你抛锚在半路上，哪有什么手机给你这个去，还有什么卫星定位帮助你去叫这救援的，不可能的，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时候就是每一个学开车的人，这就是你的必备技能，那生存技能，这可以说是，对吧？但是现在你说我们这些考了这些自动挡车本的人，那他是不是个司机呢？他也是。
它能把车辆从 A 地驾驶到 B 地，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你说它懂不懂发动机，这个怎么，或者说这个车坏了怎么维修啊？不会啊，到时候就一个电话的事。这个社会并不会从此放弃懂发动机的人，这个社会也依然需要懂 Python，别说懂 Python 了，懂 C 啊，懂这甚至懂汇编语言的人，因为这些它这个代表了你的这个技术前进，它需要一些底层的这样的支撑，这个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不论学科，只要你做数据分析和处理，你就都必须啊使用这个从 Python 的 Hello World 开始学，这个我觉得确实是给现在的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画了一个问号。这个问题呢，现在我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我每当想起来，现在的某一天，当大多数非这个 IT 专业的学生，他们依然可以做数据分析，依然可以获得洞见，但是又不用从头去学这个编程语言的时候，我觉得那是科技进步惠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标志，我不觉得这是个坏事，您觉得呢？啊，好吧，我理解了。当然这都是一些过远的展望，它不是我们眼前的事儿。眼前该学还得学，我今儿白天还在学校教他们拿 Python 写代码呢。好的，那我还是努力教我们大数据的学生把 Python 学好。对，因为我们是专业人士，我们培养的是专业人士，就好像培养那些这个专门会这个修发动机的人，对吧？这个社会总对他们有需求好的，那我的问题就暂时这样了，先让别的老师提问，然后如果后边有时好。间，我再向您请教。不敢不敢，谢谢文老师，咱们交流得很愉谢谢快。王老师。哎，谢谢您。好的，其他老师同学还有什么问题要跟王老师请教，请抓紧时间。哎，王老师，我可以提问哎，吗？哎，哎，师可兄，以。我叶飞啊。哦，叶老师。行，放心。问几个简单问题啊。这个您的视频我都看了，非常好。就谢谢。是我们就是国内能不能什么时候能够不翻墙，能够顺畅的应用这个 GGP，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那个文研一新，您觉得会不会是它的平替呢？这个问题啊是这样，首先第三方客户端刚才我也给大家展示了，这个不存在您说的那些问题，对吧？就是它是在国内，而且是本地化的应用，这个都可以用啊。那个百度那个我真没试过，所以现在我不好，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呢。我这个说它能平替或者不能平替，或者人家其实更高，咱非把人叫平替，我觉得这个好像都不太妥当。这个咱们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好吧？看看它出来之后是不是能给我们带来更加惊艳的结果，或者说能让我们的这个科研变得更加高效。如果能的话，那当然它就是一个好的选择，对吧？谢谢王师兄。哎，不客气不客气。老师，请问我刚刚就是使用这个 ChatGPT，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是从百度或其他别的这个途径，然后使用这个呢？它就是显示是如何注册。是这样。现在啊，这个我说了，有一些第三方客户端，现在他们还在，就是刚才我给大家演示那个界面，就问那个云南旅游景点那个，它正在内测，所以现在这个大家还用不上。不过呀，现在据我所知，这样正在积极内测、准备推出的这样的客户端，现在还有不少。我过两天，如果它什么时候正式公开测试，甚至正式发布的时候，我肯定会在公众号或者是我的这个视频里面喊一声的，欢迎关注啊！到时候这个你应该第一时间就能看到，到那个时候就应该是可以非常顺畅来使用了。从那个云南旅游景点那个问题来看，我觉得现在还是挺靠谱的啊。当然，只问了一个问题，这个不具备这个普遍性和代表性，咱们到时候这个拭目以待，好吗？
王老师说的就是在B 站里边，就是能有全套的这个演示，是吗？倒也不一定演示，最起码我告诉大家一声，对吧？发布了，大家来试试看，这到时候我肯定会跟大家说的啊。王老师您好，嗯，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之前的话，哎，问题的话就是这个国内的基于这个 ChatGPT 的第三方的这样一些应用的最新的信息，我应该在哪儿能够快捷的找到呢？因为我其实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我就注册了 ChatGPT，嗯，然后刚开始他给我做一些总结性的工作的话，我发现它非常好，但是我用嗯。它写 Python 代码的时候，我发现就是。给的好像都是那种过时的包的那些语法，然后当然我现在觉得可能是我个人的问题，并不是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现在就是想再重新把这个 ChatGPT 给再拿来好好利用，因为也是刚才听了您的介绍，我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第三方应用是基于这个 ChatGPT 的，所以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如何就是能快速的。了解到目前国内最新的这样第三方的一些基于 ChatGPT 的应用有哪些呢？在哪里搜索？谢谢好，您。非常好，非常好的问题。这个是这样，就像你刚才说的，因那些包为什么会过时？因为它整个的训练的时候见过的那些数据，最晚不会晚于2021年的9月份。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技术领域，尤其是像这个软件包这些东西，它发展得很快，经常会有一些变化。你拿着这个1年半以前的这些这个当时的操作的这些内容。你来这个想操作今天的这个代码，那肯定这个会要出问题的，所以像 New Bing Chat 这个是我觉得一个解决的途径，就是它能够搜到最新的这些内容，包括对于这些新软件包的这更新使用方式，这个联网和不联网这个区别就在这儿体现出来了，至于说这个相关的信息资源的获取，是这样，这个我现在的这个获取途径。主要来说都是这个朋友，就像刚才给大家看到那个吕立青，对吧？他是一开发者，他在 ChatGPT API 开放的第一天，这个应该是半夜开放，他当天的是中午还是下午，那应用都做出来了。那我想不了解也不行啊，他老在朋友圈里骚扰我们大伙儿，对吧？这个，哎，所以这我觉得是关注一些在这方面这个做应用的这些人。因为他们肯定来讲对资讯的掌握非常的及时，而且他作为一个开发者，很多的这些这个他了解这个内容肯定深度比咱们这些用户啊，我觉得要深一些。所以我建议你看到这样的这个应用啊，这个追根溯源，找到这些开发者，果断关注，对吧？然后这个随着他们来更新，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能够算是一个搭便车的方法吧，比较省力。不知道这个解决方案你是否满意啊？是的，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因为我这哎，是发不客现，气。我虽然 ChatGPT 注册的早，但我发现我的使用却非常的落后。就是听了您这个课，我当然我就觉得后续我应该要奋起直追了呀。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好，加油，加油，不客气。好，还有其他同学想要跟王老师探讨吗？抓紧时间。好，如果没有其他同学，有新的问题想跟这个王老师探讨，那今天我们，王老师呢也是从这个八点过几分啊，因为我耽误了一些，开始给大家做这个，做这个讲座，也是确实是讲的，一下子呢应该是吸引了很多人，可能马上就要再去关注这个 ChatGPT 哈，也再次感谢王老师，那也是希望。未来如果在方便的时候，如果能请您到我们这个西北师大来，那个跟我们面对面的交流，那我们呢应该会
也是非常高兴。再一个，那个我们兰州啊，我们师大，王老师，我不知道以前关注过没有，应该也是非常漂亮的地方。也希望您能有空到我们学校亲自来给我们交流指导。谢谢何老师邀请，这个有机会的话一定去。对对，好，我们也希望就是有机会能邀请您线下来，包括跟我们的学生您呢在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方面应该是非常领先的学者。不敢确实是。那我们也非常希望能请您来给我们这个面对面的交流，因为我们现在也确实是有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方向的这个学生他们也确实是需要这个紧跟最新的这个技术前沿，能够掌握这个最新的一些这个技术应用和整个的这些领域里边的热点动态所以那今天呢，那就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做这么一个谢谢前沿很有意思然后呢实用性也很强虽然这个王老师在讲的过程中并没有煽动我们，但是呢您就但是您这个讲座已经达到了煽动的效果，我想过奖过奖。对，我们都应该是想要再去尝试这个 ChatGPT。好，那就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再次感谢王老师，也谢谢何院长，谢谢各位同学的参与，谢谢啊，谢谢大家，王老师，谢谢谢谢，再见。好，再见何院长，再见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好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参与，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西北师范大学，我们近期应该还是会有系列讲座，也欢迎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来参与，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讲座就到这里，祝大家晚安。